财神爷。因为咱用了有助手的讲师嘛，新的讲师，那么像咱这年轻的讲师要学讲师吼，佛法甲咱教一个方法哦，只有勤能补拙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袂使当咧好的时候，你就讲有，我有法度，有讲师有法度，这是我的感受。今仔开始的时阵，佛法第一感受就讲，这我有法度。你虽然伶牙俐嘴，要讲道理，不是遐简单。但是你要讲道理，你一定要有研究，是不是安尼？但是你要安怎研究？本册读到这尼远，你唔知伊的重点，我伫对一本册之间，是不是？所以咱啊初学者，第一，多听多看多闻三项功夫尔，就是爱看册，哦，啊听人安怎讲。一定爱听，逐摆你拢爱去听，哦，一定爱把时间拨出来听。这讲师讲了好甲歹，拢记住，就是你听有咧有人安怎讲，即句诗有人安怎阐述。啊，你若今日要讲，无听，唔听人讲，或许一个感受，你讲的道理绝对不会坚持。哦，啊，当然以感恩文来讲，这是咱今日演讲的重点。你今日演讲是毋是成功，对你的感恩数咱看。比如说我们鞠躬也是很重要的，鞠躬要慢慢的让人家觉得说这位讲师是很庄重的，他是绝对是有内涵的讲师，他的鞠躬也好，的问候词也好，都让我们肯定他眼睛才会看着你，要不然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书本，要不然他们的眼睛是闭着的，那你这一场的演讲是失败的。感谢安尼，浪费人两点钟，搁浪费你两点钟的时间，这互我当做一个肯定。那么你要安怎讲？伫咧学习的过程内底，慢慢慢慢渐渐渐渐，你有感受是，其实讲师是咧成就家己，成就家己，甲慢慢互人感觉着讲，哦，道理是不是唔对？因为这个讲师，伊对道理很有信心，伊讲出来的道理，伊家己做有信心的，你才能感染、渲染别人。你今日讲道理。啊，拢是在看册，安尼看，安尼看，啊，讲故事嘛咧看，含听人就要困去啊，免咱免咱听咱讲故事。故事虽然足长，但是你一定爱从微观讲。你把这个故事，比如讲，互我即个有要学先秦皇帝拜广成子的这个故事，哦，互我一定爱家从微观讲。我今我要讲重点，因为互我今年甲咱各界做一个分享，互我今年讲着本着尊师重道。都是像咱听了恁两四字尔，但是你要怎讲？啊，后续就要去揣摩说，而且那向后学不是忙啊，我茫茫然的忙啊，吼，恁都茫茫茫的人，何法昨甲昨下晡做日去拼哦，哦，啊，昨下昼倒来，搁去山林，昨暝开始何法拢一直咧绞尽脑汁，要安怎把这资料找到好？今日坐伫电脑头前，何法就爱有一个构思。我这分段是要安怎做？好、哦，我得安尼想，我跟咱各位亲人分享“尊师重道”四个字，对不对？那它四个字里面有两有什么？有两大部分的重点，是不是？尊师重道，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会尊师了，你就会重道；你重道了，你就必定尊师。啊，你要安怎甲讲好融合？哦，啊，所以讲。佛法伫尊师内底，我得改提出尊师重道，它是融合一体的。前年这是前年，哦，咱一定要去研究，你今既然要修行，你一定要先研究尊师重道的属性，就这个所在。啊，来尊师要尊什么师？伫咱道场有啥物师？有天命的元师，有三师，对不对？啊，啥物是不
只是安尼嘛，咱的前言，咱的后话拢是咱的书啊，咱的动手嘛是拢咱的书，是毋是？所以讲，不离贤弟，贤人是不贤人之书，不贤人是贤人之主，就是咱有这三行书，这书互他一定要尊重。那么当然，在咱其实在修行的过程内底，我们要先抓到重点。所以后学姐以一个生命中的大石头来跟大家做一个引证。尊师重道前言公有的用生命中的大石头，史蒂芬特恩以时间有约那本书里面的一段话，来给咱每一个前言在就了解讲，咦，有甚么坚守道爱尊师重道，这是重点。哦，伊讲伊摕一个光瓶的玻璃瓶，啊，有大石头、小石头，有细沙，有水。哎，伊伫这个人生内底，这个囡仔内底，伊会形成啥物花蕊？大石头啊，大石头是咱的大目标。啊，你若先甲放水、放下落灌起，就拢大石头拢放袂落啊。你会用大石头放下来，或细粒石头来刷来，啊，用水落，结果这个囡仔会甲你放满袂？诶。因为我们人生里面遇到悲欢离合，要受穷忙顺利，所有的因缘每个人都会遇到，不是我也不是你才有，每个人都会遇到。但是你有没有一个目标大方向？所以生命中的大石头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与方向。啊，你今天学学到你要了解生死轮回，你一定有一个大方向。你不学习，你要怎了解？所以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学讲师当作是我人生的一大要事，你才有了愿的机会。你亲像我，我即阵当然，我安尼甲人讲，你可以感觉我放下做念想，其实不是念想的代志，是千真万确的代志。我愿意去到泉州受咱傅正明慈悲甲佛法推派到泉州去的时阵，咱面对遐尼侪兄弟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学到全方位。如果我今日已经是担任到经理的特级，我办桌的时阵，我讲爱了解上下咧，一定要不然会拖着走，都还没有请谈就要对面坐椅，点了是就点位了，啊那边喏，我们是不是要定要明白上面的一个程序？哦，啊那下咧讲唔对，我们讲就这经理刚才点了是该提什么样？哦，那他们在学礼节也好，学讲师、学三宝，你都要指导。我底下跟咱分享，咱泉州姐这个，林凤，她清火两年，那现在已经学三宝了，上下礼都会，先乡礼节，学虚心接受，她哪里一点点的那个不圆满，我们跟她很完整的跟她做一个指导，她都接受，马上改过来，我一改我甲讲伊无改，那这个有心在学习，即改咱徐太太去。一千靠十四年，九十四年前，九十五年前，到今年一百零八年，一千靠阿面两年，一代做上帝。但是伊要教伊的时阵，他很诚心，安尼，我互我点点坐伫遐，甲看我讲，真正有这样有耐心当个教。啊，所以嘛成就咱徐太太起码要做上帝，所以讲，互他哎，咱自己去点的，去朋友点的是徐太太做上帝，背山做下帝，安尼了解愿经。盘个哦，啊！你这个因呢，吼，咱了解讲，你今日要做一个讲题，你听啊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所以前言最重要呢。你莫看前言，前言就是要让人产生你的兴趣，继续来去听了，的一个开始。你前言若无，甲咱这个头同款，其实互我一个体会啊。咱咧做一个讲稿，是甲咱人构造同款，是不是？你头。你仪容有够端庄，你穿个衫安尼人外，你穿啊迄礼服，你我留无好势，还是讲，迄个头毛遮长，无端庄的时阵，人一看，对你这个讲师绝对袂安尼尊重。来，第二，你前言一定要跟你的那个主题要非常的切题，要去读读同款，安尼细细粒啊就好啊，唔通头就画遮大粒，啊身躯寸安尼，啊脚寸安尼。啊！你下这场演讲又搁失败啦，哦！啊，所以前面你想，就看你要伊一个故事，你像学客要开始讲以前，我一定用一个影片，哦，豆腐的影片，这少年可能知，豆腐的影片，
就是有一个那个，他说，请你们的那个经理出来，意思讲伊菜店唔对，伊店啥物家常豆，但是嘞，迄落伊要伊是要等个家常豆腐啦，结果伊个，迄落读书出一个家常豆腐，伊讲家常豆腐，第一节影片让大家产生兴趣。对不对？我用那个音频，我给你的工作是重大哦，你们要听清楚哦，听明白哦，我不是要讲故事给你们听而已，非常严肃的一个尊师重道的主题，你们要听清楚，因为说者无意听，要说者无心，听者会有意。啊来，我发的开心，都把这个尊师重道的主题前言，啊来，第二点我就要开始啊，哦，为何要尊师？会开始讲为何要尊师的重点，感恩如何尊师，再来重道，重什么道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，那有什么道？来这里要找出一个重点，回天之路，这条道路就是咱修行出去之后，咱要了解回天的路。哎，你看，拄只咱明明讲人道爱真理，才能听得到，所以你一定要重真论真道，是不是？道场的道是啥物？道伦理，这爱做一个解释了，来咱看做一个结论。结论要安怎？或许结论也是斩钉截铁的，因为你的脚吼，莫莫用上大箍啊。这跟咱过生活同款，但是这绝对爱做精彩。腹肚内这五脏六腑，你爱是讲话做精彩。啊，你要来简短，尊师重道就是要把握当下。你阿伯们都看作等人，但现在因为时间特别高，哦，啊，就是找一些影片。即使现在我们学习不用影片没关系，但是最好修道古老化，办到一定要科技化，一定要做投影片，哦，安尼你第二简单讲，伊免多记嘛，免浪费下午班的时间，而且搁让人感觉讲，哦，这讲师有咧进步啊。我即马吼，虽然修得功劳化，但是人功课也要用 PowerPoint， 就是这么简单的代志。或许今年64岁，在中国大陆讲课，他们看到我用投影片都吓一跳。啊，我伊讲咱袂晓袂要紧，你拍拍，找个你得爱找会晓，你甲你做。哦，像咱这种少年的，易捷啦，啊，咱叫我用易捷啦，捷好啦，啊，这四如，你这种少年啊。你只要甲拍拍诶，写写，我看伊早是拍拍，拢写写尔。我讲过伊要落去，就是咱迄落师女诶做，但是后面还是靠自己，对不对？你慢慢来拍，慢慢来学。啊，你要制作影片，较请伊甲咱制作，就好啊。学甲即种要超连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若要找故事吼，啊，手机啊足简单诶 ，Google。先给皇帝拜广深寺，啊，那个供了伊，主要融出来了呢。生命中的大石头，那主要融出来了。啊，这好简单啊，真的，写主要真好简单，哦，已经重点嘛。对方名字我袂当来讲，即使是分享啦，啊，或许是觉得说，江苏讲简单就简单，讲无简单就无简单。我初学的时候，20年前，我学江苏，学发一个讲稿要写10摆，你一定爱相信。写到镜头拢满意，啊，再安怎？你爱家己去讲，无通家己讲，啊，录起，哦，录音起来，用录音笔录起，即摆有手机啊，就是甲录起，录起了，家己听，听一遍，搁一遍，你对要改进，啊，对要加啥？哦，像我暗时也会听一遍，暗时听一遍了后，你对要加啥，紧来去写一下，一定爱安尼，你才会当有进步，哦。学物件无，迄一头就会啦，真的。啊，但是咱一定爱学，因为你爱学，你才有机会通了解，才有练功有这个机会。啊，当然咱念佛法，大家甲你讲，就是安吼。啊，就是第一吼，就是恁已经是对故事甲内底内容拢还袂做熟悉，所以恁咧讲个口条拢还袂做顺利。啊，我的感觉就是你对你这个题目还要足有信心。当然，你讲理念，第一前面理念正确就倒不了，这个就很有利的一个前言。哦，啊，当然你有讲的理念嘛，讲的概率，啊，概率是啥物嘛？来讲一下。啊，来讲，我就讲你目标这几大点是非常好的。
但是你要教我们怎么做。今日咱做讲师，唔是讲理论尔，就是爱互人知影讲，我今时明下顿，我要安怎学，我要安怎修，我要安怎做。而且一个概念就是，我们一定要讲师的功能一定要有这个功能。当然，以感恩的心来行功庙观，啊，你感恩的心是讲伊嘴，还是你感动你家己了后变如何？依你个人记得代志，哦，透过度化兄弟姊妹，众生因你而得救，你因众生而成就，这个一定要会。你莫讲我以感恩的心来行功庙观，啊，我变行功庙观，你敢卖去度人？到尾去心存诚心，爱你才能成功了。啊，你要去成功了，你也是感动啥？感动你家己，以感恩的心先感动自己，你才有动力，有感动才有动力去度化兄弟姐妹，才能够去度人，才能够去成全道亲。这是咱一定爱去干。啊，当然以忏悔心来面对逆境。咱人生有顺境甲逆境，我拢讲逆境。但是你拄着顺境的时候，你要有啥观？无常观。啊，你拄着逆境的时候，你要有因果观，这样你才能以逆境为你的垫脚石，因为这是因果定律嘛。你今日会安尼，你今日胃痛，就是你乌白食，食不好。你今日感冒，哦，就是你免疫系统下降。啊，这个都是有因的。啊，即款就是讲，你要如何？来面对哦，啊，当然，伫咱生活都只有忏悔，没有后悔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忏悔的心绝对要有，哦，时时忏悔才会感恩嘛。所以你这个程序是接得很好的哦。啊，以尽人道为修持的立足点，这是重点，因为这就是你要教人哪做，因为师父讲的一定要德化家庭哦，师母的慈愈。我们白羊修道士是要道化家庭，啊，你要道化家庭，一定有仁德爱皇冠，哦，就是这样的比喻是对的，哦，就是以你自己，其实一场演讲一定跟你自己有关系才会精彩。如果这一场演讲只是跟圣人仙佛的那些经典有关系而已，跟你自己没关系，这一场演讲是不会精彩的。哦，啊，人为难讲啊，只讲你家己，啊，无你要讲别人，当然是以咱家己做第一主。啊，其实伊家己做，比如一定爱有心中，你讲讲，你家己拢无改进，那么言故心，啊，心故言，人会去甲你做一个考察，啊，当时拢讲我帮你做，这样子有时候下一次的演讲就不会精彩。这是我好怕诶，即个体会啦。那么当然，白羊弟子为何要持戒？为何？因为你既然有为何，你就是爱教我安怎做。哦，啊，你为何一定要有原因？一定要有原因。啊，后壁的持戒变哪持戒？你讲讲以戒为师，以戒为师，当然关系那是密切体用意主的，没错。啊，但是就是讲你爱教安怎做。啊，你后壁比如正法、相法、佛法、师义，但是你讲了种模糊。哦，为什么咱以戒为师？因为即摆考验出侪，即个五毒的恶世内底，哦，咱有出侪人情世故，而且。熏染，啊！你一定要以戒为师，就亲像咱的护身符同款。啊，做一个啊现实的一个比喻，这样是很好的。当然，咱过去咱讲的这明因果吼，我是感觉你可能无把你的大纲整理出来。哦，你把大纲整理出来了后，我那天来就明了清楚。哦，前面一定要，你不要把第一大纲的前言写你的明因果。啊，你叫你第五感过来都明因果，你就写前言就好了。菩萨为因，啊，众生为果，这样可能会，还是说因果经里面说的一前世因，今生受的是这些因果定律，在后面做一个阐述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就是到这里就好了，学习到这里啊。啊，好啊，会使讲以后较健康，咱做一个分享啦，吼。啊，因为吼，要即摆要断掉佛法的树的机会嘛，都少了哈。那么也感谢各位贤贤慈悲给佛学学习的机会，谢谢。三公，
感谢莲师慈悲济公，观道义济公，在济公，三济公，感谢莲师慈悲济公，一起持驾前道义济公，在济公，三济公，持驾前人济公，持驾护前人济公，送驾莲师济公。观道义济公，在济公，三济公，持驾前人济公，持驾护前人济公，送驾莲师济公。各位同学，晚安。